我只给你们一天的时间，把这些东西给我找回来。你赶快去禀报八爷，石滩上的东西一样不差，全在这里。小娜白长了两个眼珠子，竟没有瞧出来这东西是四爷府上的。这箱子里装的是我大清300多官员的隐私，取名为百官行书，无非是靠这些把柄挟制百官，图谋不轨，犯上作乱。这里的东西谁都不许看，当众一把火把它烧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和四哥就是不愿意看着你再翻船了。你给我走！这么大的事儿，竟真就一把火烧了。只要这封信落到皇阿玛的手里，太子肯定会再次被废，四哥他也逃不了同谋的嫌疑。把应仁寄给任不安的信寄还给他，岂不是要逼太子？这是朕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他人要一意孤行，怨不得朕。太子爷，拼了，拼了，拼了吧！逼皇上退位。未来娱乐台雍正王朝。